罗湖方向的列车即将进站，请按地面指示排队候车。开往罗湖方向的列车即将进站，请按地面指示排队候车。从前飞吗？刚到。我哋依家就出去啦 ，B 出口。咁我哋我睇下边度出先啦。咁我朋友咧就话响 B 出口噶，但我就哦 B 出口呢边 ，B 出口喺个人广场呢边，呢边 OK， 我哋上去。拐角，就这边是南方园，走过来往上走，没有多久就会有一个叫太仓饼屋的，就是彭定康很喜欢吃的这个蛋挞，彭定康免费给他们做代言。彭定康前两年回香港的时候也去他们家。好，现在要排。我他这里还做了韩文，因为这边蛮多韩国人来的。要四个蛋挞，唔该。四十蚊四个。系。下冬。得。这个就是我。哎，唔该晒。大家。
家的。OK， 我先坐，我先坐下来这边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蛋挞是怎么样的。非常的好吃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好了，我先吃咯。又走。